还有一天，我就可以把我的身体奉献给祭司大人了。不知道他会如何使用呢？我现在可是既紧张又期待呢。此人中了幻术，看来施术者想让此人彻底心甘情愿地现身。这里的机关异常危险，以目前的能力尚无法通过，我们得想想其他办法。你去找些身形矮小的动物，我将你变成它的样子，从机关底部的空隙通过。
都是因为你，我师门才会遭此浩劫。你这灾星，幽环族的人全都是狼心狗肺的东西。我早已告诫过你，你无法驾驭这力量。你如此刚愎自用，已经没有再帮助的价值。早知道，我当初就不该救你。
身形壮硕的动物，我将你变成它的样子，将石柱打碎。
简直是仙下凡呐、他怎么还不过来啊？那位大人，简直太美了。他的心只属于我，你们走开！不要，不要！小李，到哥哥这来。哥哥，我已经不想回去了，我不想再当那个特别的人。小李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原谅哥哥，我们一起回家好吗？不要过来，好可怕。别怕，小李，我是你哥哥呀。你不是我哥哥，是我的仇人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就不会无家可归。剥夺我平静生活的就是你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好恨，好恨。小李，哥哥来接你了。小李，你怎么受伤了？
你是我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要对小李如此残忍？这难道是梦？我要把小李带到邪神大人那里去，让他获得至高无上的力量，重振我幽魂一族。竟敢戏弄我，我妹妹在哪儿？她啊，已经被我献祭给混沌了。什么？混蛋！哼，一开始还担心你只是个废物。没想到邪神大人的眼光果然不错。什么意思？这充斥着伪善的世界容不下你的罪恶。你的憎恨，你的恐惧，你的执念，将成为复活邪神的重要力量。来吧，跟我们走吧。可恶，你休想！你们幽环一族的力量本就来自邪神，在邪神需要之时也要完全归还于他。邪神的复活需要圣子的血，那个孩子你救不了他的。
我是万法，我进城寻人。大祭司有令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让开！该死的闯入者，休想破坏献祭仪式。看来这里的守卫也被灵虚教迷惑了心智。那我就帮他们解脱。是什么？是亡魂，他们源源不断地向祭坛聚集。情况不妙，城中居民众多，如果灵虚教收集了足够多的亡魂，便会复活混沌。那样的话，那你妹妹也就危险了。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。师弟，苏师兄，你也来了。你在这做什么？当然是来讨伐灵虚教。大师兄已经先行去往祭坛方向了，你快去跟他们会合吧。伤得太重了，恐怕活不了多久了。答应我，一定要为师父报仇。万法炉，这是。万法炉是大师兄经常使用的法器，我可以短暂的修复它为我所用。虚教，我定叫你血债血偿。
独自苦苦支撑，至死都没有放弃抵抗。
支撑，至死都没有放弃抵抗。Yeah!
看得出他独自苦苦支撑，至死都没有放弃抵抗。
少侠，你是？嘿，是我呀！这么快的就把小子忘了？哎，嘿嘿嘿，给您提个醒儿，您那一身行头可都是从小的我这儿拿去的。你不在地牢研究那什么化魂器吗？当然。小的正在研究化魂器中最神秘最禁忌的御灵术。但此术极其复杂，需要消耗大量血灵。少侠若肯赠我
一些血灵助我修炼，我必有重谢。哎，我来到此地可又摸到了不少好东西呢。少侠，你上眼儿呀。哎，咱们还是老规矩，需要通过我设计的游戏才可以获得这些宝贝。Yeah.